友就经过啊，就讲新朋友的话打上一个一号。我是想给大家试下什么叫做频率磁场影响你们的脉轮。一号的朋友有一个福利给你们的，如果你们有经过的话啦，但是五号的朋友都一直以来我们都有给你们一些好的福利再给大家。但是我今天呢、啊、到这么夜为止一点啦、啊、一点多了。其实我想看一下到这么夜深还有谁有谁是新朋友刚路过了，或者是你们想了解的，你们可以PM我们后台打上一个一号也可以。那当然打五号的朋友啊，还有谁五号的全部打上来。哇，你那副还在哦，你几时回来？我也想去台，我也想去香港玩呢。其实你那副还在、哦、没去过。我这样子啦，到这灭哦，我给大家五号的朋友啦，反正都是一号的朋友没有 不好意思打招呼，我就给五号的朋友一个福利价。我做一样产品啊，给五号的朋友 last call 一个产品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那个，文佩，晚上好。Last call 一个产品啊。OK， 来。后来注意一下，哎，五号文佩。文佩是梦山的。哦 ，OK， 五号五号打五号就可以了。看多少位朋友先啊？我要知道多少位先啊？我要知道多少位先。一二三四五。哇，有点乱哦，这边吃字哦。我要打九号咯，为什么打九号？九号。过了咯，五号五号，多少个？我不知道，我这里吃。后来跟我记录一下，刚五号多少个？我这里是看到七个吧啦。七个、啊，这样少啊？没有，我这里看到七个，因为上面已经看不到了。很少哎、欸。啊，你确 baby， 哇，啱了，这个你刚刚好来到，真的是跟你有缘分了，可以讲。王福密，给新阿姨，多少个？看一下多少个。三。哇，过地道还没有睡觉。五六。多少个？我和你们说了。十多个了。十多个。啊。十几？十几？十二有没有？有十二个了，有十二个都有。那这个呢，让你们来接烟的了。讲真的，给你们一个美好的星期五。星期六了咯。啊，星期六，二四六八四十二个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手上的这个无线啊，这个版本是传了的，在三年前我们的版本来了。漂亮的，漂亮，漂亮啊！那这个产品我是给打五号的朋友去抢，好不好？留守到现在了哈，所以你们看一下，后台你我讲价格，你可以赚没有？不可以啊。多少个数量啊？十二个罢了。十二个。十二个罢了。我写四川无线。四川的啊，雕刻。你要打四川无线九尾狐。四川。班长抽奖就行了。给他看，给他看。你又知道？很美的这个，很漂亮的，它跟我们那个。然后我放一个价格啊，只有在今天这场直播啊，后来这个价格，今晚上的，没十二个、啊、一下子没有了，这个价格。来、啊。对，这个价格。两位数的哈。对了。对啊。有的有的，你们留守到最后啊，等下我们有 lucky draw 的。来记把握，好靓呀、啊，太样子很美的这个。肥肥的，它这个弓很细啊，白水晶来的，这个是九尾狐仙。来自己看价格。上了 ，T R 6161。狐仙呢、啊、有价值啊，这个你们可以带在你们身体上净化水，净化你们。哦，白水晶。对，净化你们的人体上的一些负面情绪。你还真是。再把一些人缘招进来，白水晶是最适合不过。四川狐仙，四川了吗？
是纯的无限九尾狐，十九块，对，没错。这个很像我们之前，这是for你们结缘的以来。Super Seven 那个狐仙，对，对对对对啊，对 Super Seven 的狐仙呢。然后我们有那个紫水晶也是这个雕刻啊，这个狐仙我在 CJ 店有买很多，是 Super Seven 的、那个。哦，对啊，它那个更好像那个会跳舞的，有穿草裙的，对啊，你先没病记得吗？穿草裙的狐仙，啊，穿草裙的。K 型的无线，这个你们要拿，因为白水晶啊是谁都可以佩戴的嘛，然后它是狐仙女加持了的，重点它可以招你们的人缘，然后可以净化你们心啊、你们的身心啊。勾地带要打多一次，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没有。勾地带要打多一次哦。有了 OK， 有了，比较慢。肯定漂亮的，放心，这个是水晶啊，听好啊，不是塑料，连塑料都没有这个价格。现在是水晶了。Last two 两颗 ，last two 新朋友也可以下单哦。Last one。好了，恭喜大家。来 ，five three two one。你跟我一样累了。你跟我一样累了。半梦半醒啊，我哥弟在真是委屈你哦。好、啊，明天我们继续好不好？明天。OK。拜拜。明天呢、啊，我们会一样8:30记得刘卓恩直播，记得新朋友要绑成项链是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们会上一个扣给你们，会上一个银扣给你们。对，我们会上一个扣给大家。如果你要绑项链的话，哎，没有的绑项链了，这个绑不到项链。OK， 来抽奖啊！你们系统直接抽了，直接 send 去他们的 messenger 给他们。OK， 打上晚安，然后等下你们广播，刚刚有入围的五位朋友，看其中抽出。其中的三位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拿到一个lucky draw 礼物，可以放房间吗？可以放在梳妆台，然后它可以提升你们的人缘魅力。OK， 可以放梳妆台，然后打上晚安全部啊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后台会送那个发送那个礼物给你们。啊，有一个，这里。OK， 系统有做到是不是？啊，有做到啊。OK， 来啊，你们等下啊，广播去看 Messenger， 看你们有没有收到 message 啊。OK， 晚安啦，各位，哇，今天这么多人跟我讲晚安了，真的很开心。OK， 拜拜，大家 Good night， 明天见啊，明天见 ，OK， 拜拜。